要走那个弯。你有没有尝试过这种路？没有，又拐弯了不？是都是180度来回转的，从山顶跑到山底下，又从山底下跑到山顶，又跑两座山。明年让你来这种地方生活了。喂，来玩，又玩又来了，就是山泉水了，你看，是从那山沟，我们那山沟山沟上面，刚刚我们就是从那山顶上面下来的。哎呀，好凉快，都是冰的这个水。你尝一下是不是这个冰的？我们继续下坡。你看到山顶上？你看到路没有？下面是路，一直转着下面去，继续下坡。我长那么大第一次走那么弯的路，也是第一次开车走那么弯的路，现在才刚刚到坡底。到坡底哦。等一下走一下又要上一座大山，就是前面那座大山，又要爬到山顶去，然后再要下坡，然后那个路才宽，没的话都是这种蚜虫一样，像蚯蚓一样。也风景也好，山清水秀，这里的罗汉果非常出名。过来旅游了，继续，等一下继续上坡。又来了。啊，你，哦，那要十分钟了，这边是你狂的啊，都不敢开空调，那个车，开空调都爬不上去，就开空调一等，很多人坐，爬不上去，打完。太陡了，又陡又弯。这种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哎呀，这个是草。嘿嘿，干嘛呢？看这个什么？那个，这种是什么？你转。刚从大山上面下来，我耳鸣的，现在还耳朵还是堵着的。这种呢？百香果，接好多了，一个挨一个。罗汉果，对，这个是罗汉果啊。你们有没有见过罗汉果是长这样子的？这个是今年的罗汉果，没得价钱了。来，西瓜。好大一个，好了，上去了。再去看一下那个百香果，看一下有没有果，好不好？好的话我们就搞一点回去给大家分享，是不是？不好的话就没办法了。先回去啊。我们刚从山里面回来，那个百香果呢都不怎么好，我们刚才是打算不给大家上啊。我们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南方的海胆，你看你们南方的海胆长什么样啊？这个大嫂在这里抓海胆。你见过南方的海胆吗？你看，陆地上的海胆，南方的海胆，蛮多颗的吧？差不多没有了，差不多完了，再找一下看看有没有突破吧，无公害的。其实30岁的时候，你看，漂亮吧？这个突破吧，你看，那个那么大，掉皮。转瞬之间匆匆而过，别人的用棍子来撬，我们直接用脚来撬，两个脚上一撑它就开了。这个拿来做什么？那种
做什么都可以。哇，你看那个，拿来炖鸡、炖鸭都可以，生吃也可以，生吃也可以拿来煮，包粽子也可以。亮亮，下个味道。画个文字。你看我养的人都，啊，你也点吃。哦，你腌点梨哦，你赶紧买来，啊？我今天要让我包了。你这腌的梨啦，我第一天来寄过来就拿蚊子用，蚊子用，我多哩，没注意看呢，那个照明。我看不到的，我有点好蒙。这要这要。我还麻的巧哦。上面那家有两刀。嗯，没多啦。我的蚊子，搞了两口袋，还有那么多，我再给那个，那个应该是那个大嫂的妹妹，那个带过来的，没有多少呀。哎，话说等一下谁家家里想要的话，来分享一下。要分享了，老杨，爹爸你，啊，你拿鱼塘鱼打过门？啊，你拿鱼塘鱼打过门啊？叫什么鸟？怎么叫我这个钓哥？还有黄蜂鱼呢？那什么没？我能钓那么些人钓的？那拿鸭子来钓，你钓来过？哪里钓啊？那天在旁边，但是给发火，嗯。那伯爷，他里面有个鱼塘，去年我不是也去钓过吗？就是没有多大，它里面有黄蜂鱼，有鲫鱼。哎，改天有空了，我们就去盘那个鱼塘去。嗯，哈哈。得那么多，我回去拿，改天我们有空我拿去炖鸡炖鸭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拿来煮了吃也可以。我们先去发货先，我还有几二十多箱货没发呢，嗯，等的要太晚了。百香果呢，看有好的我们就这几天就去找，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有没有熟的，有熟的话我们就去搞一点好的给大家上的，大家拿送礼嘛，是不是？嗯，那么我先回去点，嗯有收获了吧，土货。去发货间了啊！视频先分享到这里，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了啊！